这里充满了爱的歌声和笑语，飞扬着儿时的纯真和梦想，是属于每一个人的欢乐大家庭。它的神奇会在我们幻想的魔力中苏醒。你准备好了吗？你准备好了吧？你们准备好了吗？好，那我们的奇幻之旅现在开始。白雪公主和七个小矮人。这个都来了，真的是大人演的。那你坐着吗？坐着。还不浪费钱，你走。
寒风凛冽，吹不散手足深情。爱上女王和安娜公主，想为我们放声歌唱。心情是最坚固的纽带。身边找回了自己，让我们和他们一起共同拥抱一个崭新的世界。在那美丽的蓝色海底，有一条向往人类世界的美人鱼，她在追求梦想的路上永不退缩，
就让我们靠近艾丽尔公主，听一听梦想的声音。她就是美丽达公主，只要拥有勇气和信念，我们就都是梦想的主人。让我们坚持梦想，随心而飞。携手祝愿梦想成真。我们居住的天地梦幻又神奇，创造快乐的空气，等待你呼吸。
关爱无比的家园，让我们一起相信奇妙，也难我们的极限发挥我们的幻想。